嘉文，我今日收到这个战利品呢，正我要买的时尚单品衣服，搁有彩妆公关要送我的彩妆公关品哦。因讲我是千金名媛时尚的指标，来，你先戴。所以我用的物件都是今嘛时尚年轻人最争相模仿的对象。我跟你讲，啊，你听起来哦，我袂就是网红级的时尚名媛，以后出门的时阵，唔免走拢有风哦。紧来，陪我开箱。 我今嘛目睭看无，恐惊的话，我都陪你开箱。啊，不过虽然我看无，我嘛会当感受到你有我尔欢喜。歹势啦，我袂惯势你看无这件代志。是讲我嘛无需要惯势啊，因为我知影你真紧就会好起来，敢毋是？虽然讲你今嘛看无，啊，不过你嘛是共款，要维持身体机能在最佳状态。 来，互你一个好啉的物件，给你开开脾胃，安尼你以后就当食搁较济，安尼腹肚内底的囡仔嘛才会当头好壮壮。小娜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甲我照顾甲遮尔好，若是无你，我毋知会变啥物款。嗯，三八，你遐尔善良呢。 而且你唔管遇到啥物款的考验甲困难，总是共款替别人咧说想，从来袂怨恨天，怨恨地，嘛袂放弃希望。就算无我照顾你哦，天公伯嘛共款会派别人照顾你啊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我今日一直伫咧拖累你呢。哪会？就算你无找我，我嘛共款加凉条条啊。你拢唔知影。 其实我感觉我足欢喜、足好运，会当拄到你的。是你教我会晓宽容与爱，嘛是你把我为一个自私自利的千金大小姐，变做是一个看到不公不义的代志会勇敢跳出来正义女神。所以你莫讲这款话啊！来啦，咱莫讲这，你来看卖我要啥物物件。嗯。 这件衫足够水，足好看的呢。哎，我，啊，不过我感觉我穿这件衫敢那伤大领。哎，嘉文，你看起来。穿好啊，我比看卖哦。哇，你穿够足好看的呢，而且你这摆巴肚愈来愈大，啊，无这领送互你好啊啦。嗯，宝娜。 你是毋是专工要给我？那有，我真正是要穿大领啊！啊，搁再讲，你即马肚巴肚开始愈来愈大，嘛准备要一寡孕妇装啊，敢毋是？我啊，这领衫我若穿起来，嘛敢若穿大领呢？啊，无即事，啊，送互你好啊啦。 是，我是吴嘉文。你讲有双王者要捐赠眼角膜，好，我即马就随我去病院。多谢你的通知哦，多谢你。嘉文，你看，我得讲天公听好人哦。我即马先看看呢，咱即马先过去病院。等等等等，你哦。 替我打电话给佳瑜，我要甲伊讲这好消息。啊，袂用的啦，这件代志即马只当咱两个人知影。永信医院是王医师的地盘呢，若是予伊搁有机会，啊走出来变鬼变怪，安尼你目睭就要可能好起来啊。所以即届咱两个人爱较低调的。我一个人送你去病院。佳文，你先遮等我，我去看看呢，咱随赶过去，好不？
你别惊哦，我有看过农民历啊。今仔日不管是迎娶还是开市，拢是好日子，所以你开刀一定嘛会真顺利的。你着放好轻松，睏一下，啊，睏醒以后你着看会着啊。好，我卖紧张，等我目睭若恢复，我得当看到你送给我的水衫。我说小姐，你听我这朋友讲话，这么温柔，就参照小猫咪同款。啊，所以等下恁对待伊的时阵，莫较幼秀的哦。啊，搁有啦，啊，挑选特别可以开刀的医生，且要一定要用洪荒之力替将阮开刀。若是完成啊，我保证我当做伊的一日土地婆。啊，有求必应，看伊是欠病人，还是欠女朋友，欠安慰，我拢会当满足伊。放心啦，伊伫白人是阮的责任。安尼我着放心吗？多谢你。袂，好啊，来帮下。你若搁讲落去哦，我又搁要开始紧张啊。啊，好啦，那你我莫讲，我定定坐伫外口等你好消息咯。何苏小姐，麻烦你，咱去准备啊。好。嘉文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有这人嘞？你是不是已经入去啊？哎，小感冒，你来这做啥？咱的手牵着一生的情符。有这人嘞？你是不是已经入去啊？哎，小感冒，你来这做啥？创啥？当然是做这个手术的，这是阮爸，我绝对无看恁和吴嘉文伫个遮遮嘴演角膜移植。你是有线无线？嘉文甲王振中阿无任何关系啊！我拜托，莫做在敢会用的，较好心的，替家己积点阴德。有线无线的人是吴嘉文，我绝对袂让伊好食亏，要直接开刀，无可能的。内底有人有听到无？绝对袂当开刀，有听到无？哎，啥人当开刀？啥人无？你是好阿妹啊？照上正常的管道，就当要捐赠掌门的资格，你无资格做这开刀啦。谁讲我无资格？手术房内底所有的器材，拢是阮家的资产。我若是不准恁开刀，谁敢开？不要紧啊，你别别话打电话给记者，家己真闹大哦。啊，你们到时阵永兴医院就变成无良医院。你就是讲，到媒体界有名的人只有你哦。你想看我无啊？不一定。我明仔甲你讲啊，要伫遮开刀无可能的，你要相信我，只要我敲一通电话，这个手术绝对无人敲开。要敲电话是？好啊，大家来敲，我即马就敲电话记者，过来采访。好啊。郭院长，你来啊多好。伊就这几天出国啊，我都要打电话给你。你即马叫内底的人停止手术，你紧啊！哎，副院长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小查甫即马意图要损毁永兴医院的名誉。你莫听伊的话，到底内底迄个查某人是毋是应该的？迄个珍贵的眼角膜应该用伫别人的身躯顶，才袂无彩。紧啊，你去阻止内底的人动手术，紧啊！我爸若是要追究，我担，我绝对袂让你派走人。紧啊，副院长，你要听见什么讲话啦？你听我讲的，你紧张死啊！海姐，大小姐，其实大拄啊，王董事已经打电话吩咐啊，伊要我来帮助手术顺利进行。伊嘛讲，若是你来乱，叫我卖睬你。Yes， 雷，好人得胜，邪不胜正，妖孽退散，光明立现。你给我点去，你去，你去。哎呦，啊好一个人哪会平常跋倒？这个就是甲咱提醒，做人哦，着爱顾前顾后，脚踏实地。你真正有这么嚣张？你到底凭什么安尼指一挂？干哪！干哪！这个假戏班，你给我滚！干哪！王医师，那是要伫看守所内底过你的周末派对，你这里气笑不要紧啊，我绝对完成你的心愿。干哪！干哪！你紧张哦！你即摆闹开是我看到尔，啊，唔过我若是继续喊救命，下你下贱的人就是你。有这么的手术，绝对袂成功的。
多谢你的关心，请你家己好好啊保重。走！吓死我了！啊！嘉文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伫只保护你，等到你的手术平安出来。我不卖掉吴佳韵的这口怨气，我一定为吴佳韵的身躯顶讨回来。